这里是长安街成功国民小学。附近很多补习班，有桥灯啊。杨思兴国教育强国，百年树人，千年树。是新北市鹿洲成功国小，成功国小往永康公园走，永康公园就是在成功国小的对角。学校附近一定有补习班的，成功国小附近有中字补习班、硕汉作文国小级补习班，然后这边是台湾大哥大。这一条就是长安街的永康街口，永康公园。往前走就是长安路。台大博士班李坤成，恳请支持一言连任成功申请儿童建议读者。永康公园离优尼部落很近。这边是八方院，然后有大安眼科，有大安嘉义，然后往前走就是小林画廊。长安骨科诊所，康复牙医诊所，摩登药局，魔力物流行馆，有文具跟百货，有上业国际化学，还有冠文音响。美联社、长安书局，然后 S&D 咖啡小，然后这边有一家，本来是家福，现在改成健安联合诊所。后来就是7-Eleven。7-Eleven过来以后有成康诊所、毛明诊所、成功有个啊，那边有红肉丸、亚太点心、盛极日式红、全家、美而莲、咖啡控、台湾之星、橘子工坊、全家、尔必优格。新一环屋，然后这边是邮局，中联邮局，就接中联路。这边就是成功国小，一直走走到中联路邮局，然后这里有85C，春天走不到。成吉思汗健身中心，六零阶段毕业，经理会，半天。中延路长安街成吉思汗健身俱乐部新一环中原路长安街中邮局85C，然后这边有那个德康中医诊所、富源牛肉面、福田食堂、富田食堂、北海游龙、中延路跟长安街口，欢迎各位来鹿洲逛一逛。